嗨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方继龙，你们可以叫我 Andy。首先我是毕业于世新大学广电系，所以我的专长是剧本创作。我也懂一些三看的影视制作之类的东西。那再来我后来在亚洲大学读了一个设计的硕士，所以我的专长也是研究戏剧理论，以及三看的后制作的一些理论基础。那我后来又去云科大读了一个制裁权的硕士，所以我的专长也是在那个智慧财产权，然后以及一次线上课程研究之类的。那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我家的那个算是自家的民宿了。那我是经纪人，我还必须要我首先我们必须要那个在网络上行销，然后接待客人，最后还处理一些善后的事情。那我的第二份工作，我比较幸运的是，后来到新加坡，我是做一个所谓的辅助警察，也就是所谓的辅警的工作。那我主要是被部署在那个新加坡的樟宜机场。那我们的工作必须要就是第一个是防恐啊、反恐，那再来就是所谓的那个 access control，那就是所谓的就是关卡控制啦。那再来就是。我们有时候必须的话，我们也要那个坚守一下那个航空器。那我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看电影，那再来就是运动以及阅读。那这是我稍微有个人的自我介绍，谢谢。